猫头鹰时间是由以下商户特约赞助播映：新丽门窗、北来顺京川饭店、新旺角广场、天元地产、Joseph One 温志刚。之前咧听你哋讲广东话咧，真系讲得好开心。嗯，系啊，讲得好开心啊。咩啊？講定係講？不過其實咧，無論點樣都好，講粵語咧需要字正腔圓，但其實咧普通話都需要嘅喎。冇錯啦，廣東話同普通話之間咧係有好多係既相同亦唔同嘅地方嘅。所以又係時候要同小金子同埋黃麗明學下嘢啦。又到咗金苹果相蒸嘅时间啦，我系 Kella 黄丽明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金子。今天金苹果双生谈的话题，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兴趣的。冇错啦，讲到福同埋富足，梗系啱听啦。是啊，人人都想享福嘛，希望富足，最好拥有很多很多一生用不完的财富。这些人生梦想当然中听了。但系好多人又话讲钱失感情噶、哦。其实说到钱这码子事啊，岂止伤感情，还会添忧虑呢。是啊，有一个亿万富翁曾经讲过，多一分钱就多一分忧虑，他的话正正就是这样的意思了。只可惜钱的吸引力还是很大，有的人看在钱的份上，那就算每天做牛马卖苦力，甚至于工作到一宿不睡，也要拼尽全力去赚。是啊，看钱份上乜都肯做，一一挨女仔，慢慢做到通晒顶，搏到尽咁去搵钱，几乎已经成为现代人嘅生活模式啦。很多小职员说啊，朝不保夕，没有工作揭不开锅，不做不成啊。咁又系嘅，如果嗰啲搵朝唔得晚，收入又低嘅打工仔，真系会手停口停，到时先都唔先下就惨啦。要是真的落到一个铜子儿都没有的地步，恐怕有人就会铤而走险，宁可舍命吃河豚，冒险也要拼一拼了。听讲啲河豚嘅肝脏同血液里面都有毒噶噃。拼死食河豚嘅人，咪即系自寻死路。唔怪之得啲人话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啦。总之，用不正当的手法弄回来的钱，都是见不得光的黑钱。怪不得这种人常常提心吊胆，怕恶行被揭发。同樣啊，嗰啲先洗未來錢或者洗腳唔抹腳亂咁揈嘅大花童啊，都唔好得去邊度啫喎，遲早咧仲會欠落一身債添。對，那些寅吃卯糧或者是大手大腳胡亂揮霍的人，總會有一天落得個債台高筑，天天債主臨門，下場真的很可憐。如果真係債主追上門嘅話，佢哋自然會諗計仔閃避一陣嘅。但是一去到船上跑马无路可走嗰阵，既然已经赶狗入穷巷了，佢咪反转头反咬你一啖咯，呢啲就叫做发穷恶啦。因为走投无路而狗急跳墙的做法已经不对了。那还因为自己没钱反而过来凶人家，太过分了。对呀、啊。其实看到很多亿万富豪的后人，为了争身家，不惜连父母、兄弟姐妹抹晒面，为了钱连亲情都没有，你说是不是很过分呢？为钱而翻脸，反目成仇，甚至于用尽计谋去争家产，你想他们的内心会不会忐忑不安，晚上睡觉会不会彻夜难眠呢？对呀、为了钱搞到啰啰挛，整晚睡不着，真的太不值得啊。由此可见，发了大财不一定是福哦，唯有这里所说到的耶和华所赐的福才是真福。因为他给人的是心灵的富足，赐予人的是平安和喜乐，不添忧不添虑，多好啊。我们在这里衷心的祝愿大家都得到这份由神而来的真福气。记住咯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再见，拜拜。
重听，挨女仔，做牛马，睇钱份上，看在钱的份上，搏到尽，拼尽全力，通晒顶，一宿不睡，搵钱，赚钱，手停口停，没有工作揭不开锅，搵朝唔得晚，朝不保夕，先都唔先，一个铜子儿都没有，拼死食河豚，拼命吃河豚，唔怪之得，怪不得，先使未来钱，寅吃卯粮，洗脚唔抹脚乱揈，大手大脚，大花童，挥霍的人，欠落一身债，债台高筑，船上跑马无路可走，走投无路，赶狗入穷巷，狗急跳墙，债主追上门，债主临门，发穷恶，自己没钱而凶人家，争身家，争家产，抹晒面，翻脸，啰啰挛，忐忑不安，成晚瞓唔着，彻夜难眠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箴言十章二十二节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箴言十章二十二节。問下兩位拍檔啦，係你哋覺得選美節目係咪歷久不衰咧？梗係啦，當然同意啦。嗱咁啊，世界上咧三大嘅選美嘅城市咧，分別咧就係國際小姐啦、環球小姐啦同埋世界小姐，真係好多人都關注㗎。嗱，今年嘅香港小姐咧，佢係好熱門話題啦。點解咧？因為佢係狀元啊，十優狀元嚟嘅，好犀利啊！狀元都去選美啊嘛。咁啊，其實講話選美啦，有選靚女啦，又有選靚仔啦。最近有一個犀利啦，選靚太。嗯，我知道你講咩啦，一定係講緊一個選一個世界太太嘅呢一個比賽。最近咧，亦都係進行咗呢一個決賽，係咪咧？嗱，呢個選美咧，今年咧係二十七屆啦。嗯，係啊，好犀利啊！其實咧，最早期咧，呢個叫做美國太太嘅。嗯。咁啊，因為受歡迎啦，咁所以規模咧就越嚟越大，變咗世界太太選舉。咁亦都比賽嘅場地咧由 Las Vegas 咧跳到去全世界啦。今年就去咗中國。嗯，冇錯啦。咁今次咧，佢就會喺中國嘅東莞嘅堂下舉行嘅，咁啊規模咧非常之大嘅。梗係大啦，四十幾個國家係參加嘅噃。嚇，加拿大都有代表喎。係，冇錯啦，加拿大代表。既然咧就去到中國舉行啦，咁所以咧今次亦都帶出咗好多中華文化嘅色彩嘅。嗱，比賽嘅口號咧就叫做女子女人係撐起半邊天，嗯，好犀利，女權啊，係女權啊，冇錯，係啊。咁啊，其實個節目嘅內容咧，亦都好中國化嘅喎，譬如有啲蝴蝶結啊，中國嘅依個圖案啊，咁樣好多好多元化嘅特色，有青花瓷啊咁樣嘅喎。係啦，咁經過咧好多輪嘅咧個比賽之後咧，而家咧就有幾個國家咧係進入咗幾強嘅，分別有美國、加拿大，仲有咧就係波蘭、韓國同埋南非咧進入咗呢一個嘅五強嘅，係咪？所以我哋加拿大都係入咗五強嘅，幾好啊，係咪？犀利啊！我哋睇片。第二十七届世界太太全球总决赛将于3月12日在堂下三正半山酒店举行。世界太太大赛的前身为美国太太大赛，旨在传播内外兼修的太太文化，是历史悠久的国际赛事之一，亦是独一无二的全球已婚女性选美赛事。此赛促进各国文化交流，可谓独树一帜。世界太太大赛已颠覆中外赛美、亲内赛美的传统选美方式，突出美丽、智慧、爱心、友谊、独立、自主、欢乐、时尚等元素，树立杰出的已婚妇女榜样，展现优雅知性魅力，促进世界和平友谊。对于此次大赛“女人撑起半边天”主题，世界太太俱乐部董事局主席郑子敏小姐说：“甚至我们也是能顶起一边天的一个女性。现在很多女性，她们都是鼎鼎的企业家。”当记者问及金牌司仪刘希贤对世界太太大赛有什么期望时，刘希贤说：“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希望把这个全世界的美丽呢，都能够带到中国来。”
所以呢，我希望呢，这次他们来找我的时候呢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要搞一个真正的一个世界太太的选举。据悉，此次参赛的各国佳丽将于3月1日开始入住棚下三正半山酒店。哇！我哋加拿大真係靚女多啊，選靚太都入到五強啊！咁我知道咧，咁下一年咧，我知道就會喺韓國舉行㗎，咁希望咧到時咧，我哋加拿大咧都會有好嘅成績。嗱，除咗世界小姐係即係有加拿大份啦，係咪？即係我哋嘅加拿大多人多嘅社區，亦都發生好多事。我哋睇下佢哋點啊嚇！快脆一個鐘頭時間又過咯噃。喺呢度咧，我哋再次咧就歡迎阿 June 啦，同埋係 Angel， 今日我哋嘅貓黎健威大家庭嘅。咁就不如由兩位介紹一下下一集咧有啲乜嘢睇咯喎。好啊，嗱，我咁中意唱歌，咁我就介紹一下你的歌獻兒康啦。我咧就會請嚟呢個專家咧講下呢個春夏門窗護理噶噃。仲有呢個 Michelle 美學咧 ，Michelle 美學就係介紹靚嘅錶同埋首飾。另外仲有好多精彩嘅環節嘅。總之咧，就衣食住行乜都有啦。係啦，冇錯。咁我哋下個星期嘅貓頭鷹時間再見啦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危急關頭，當機立斷，往往可以救你一命。如果喺高速公路上駕駛啊！突然間係爆胎，咁應該點做呢？嗱，千祈咧就唔好係去揼個 brake 啦，同埋千祈唔好大力咁去扭呢一個嘅底盤喎，因為咁樣咧嘅效果咧就會8%相反啦嚇，甚至乎咧仲會翻車添嘅。咁應該點做呢？嗱，你咧就要用你嘅左手踭咧頂住個車門，確保咧個底盤咧就係穩定啦，唔好左揈右揈啦。咁而另外咧，你就要鬆開個 brake， 等個車咧繼續直行，慢慢咧就係滑到路嘅一邊。猫头鹰时间是由以下商户特约赞助播映：新丽门窗、北来顺京川饭店、新旺角广场、